好像有人要对，过来了，哎呀，小雨是也是刺客吗？他是感觉贵不族，是他是贵族，贵族的样子。大蓝掉了，好吧，你就先放着吧。这边的助攻好像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来了。好，你这边我还要 CD 哦，因为你要放的话，至少要放一块一哦。杰伦在加，巧克力在清新石头。还要发光吗？有发光吗？没有。这边。好的，对，那这样就。在这边。你要这样放可以啊。他往家里去了，他往家里去了。好。哪里？跑哪去了？小鱼来了，出来！去哪了？出来！他会去偷东西的。哇，我还以为挂掉了。没事。接电话，在挖矿。好，接电话。好。看起来好像。交给你保护了。谁要保护？交给一边保护。天眼兵，他们已经用天眼了，太快了吧？正常啊，不都这样玩吗？青金锁放在里面了。巧克力在家后面，巧克力在家后面。哎呦！哎、啊，快啊！坏人，死了。那个加速的要怎么买？用什么买？黄金哦，对，黄金，对。我这边黄金还蛮多的。为什么你比我还了解？他把它拆开了。没有啊，我看过就记得了。好。他们是只有一个人是矿工吗？还是两个？两个。我现在只看到一个发光而已、嗯、有两个，一个在铁矿比较远，矿矿跟那个巧克力在附近，小雨在附近晃，那他已经在附近那个啊，吃到了。先把家底下挖空，这样子要下来支援比较好支援。哎呀对，有没有食物？矿工求救！我有，来铁矿这、欸，还是我过去？我听到家里有人开东西的声音。巧克力刚好正好过来哦。中午了。嗯。他们刚三个在。我了。我们家后面有人在走动吗？没有。我听到走草地的声音。好。哎呀，在本机那边吗？有，下面。坏人，他怎么这么硬呢、啊欸？对啊，好。他好硬哦。其他人来帮忙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，退了。他，哦，贵族在旁边了，贵族先打，小雨是贵族。我都还在 CG。是了。哎呦！这是烟火吗？不行，我虚弱。
你可以拿斧头啊。哎，对哈。对啊。耶，皮要去。其实既然我们发光，要不然我们就留充四个人，留一个人在家。直接充四个人吗？需要一点食物。就是充四个人，这样子至少挖到一下那个啊核心。好像可以耶。对啊。好。好哈。去吧。我守家。铁，我要铁。我不铁吗？我只有两个。两个好也可以。四个人都摆家去吗？直接抽核心啊。我要跟你去吗？可以啊，你是补士哎、欸。就你们去、啊。那我的书先放走哇。他好碍事，不能拿盾牌。那个黄金给你。书给我。发光结束。妈，没有。小雨怎么那么会用盾牌呢？他是打带子找带打。哎呀，太疼了，死啊！感觉他的 PVP 突然变强了。你是谁？偷偷练。哎、欸，黄金没了。巧克力来了，左边、右边，水池的，他绕水池那边。哦。我捡到64个黄金哎、欸！哦、oh, ，那我掉的，那去买加速吧。买加速，我们要买加速啊！直接往前冲啊！啊，又来，是吧？哎、欸，我没时间往下挖洞啊！弄个盾牌呀、啊！哇，我的铁，哎、欸，需要铁。为什么手语血量好高哦？好比正常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他们放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冲？好，可是我需要铁做冲。技能 CD、啊、是找谁啊？金在你那边吗？对，金在我这。杰瑞又来了。我不在家里面，我在地下哦。嗯，杰瑞、小雨都在门口。对啊，我们往前冲嘛！啊，你看，巧克力要往右边走。CD 75秒。你推一点哦，你推一点哦。哎、欸，三个人来喽，巧克力要绕喽。巧克力走黄金上面要来喽。把巧克力解决之后就开发光了。他在黄金洞。好。下面吗？是上面啊。没有，他绕了，他隐形绕了。耶！好，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出门。家里有人哦，家里有人走草地过来。巧克力坏人，那巧克力今天是狂进攻哎、欸。嗯，坏人是。好，那我就开发光喽。好。要冲了吗？不是啊，好冲。好啊，还没买发加速哎、欸。都还没买，反正他也分散了，就直接冲了。我加速很快就买到了 ，OK。冲啊！哎，本机要走吗？好、啊，走。Go！ 直接冲核心啊！对，不管其他人冲核心、啊。对。我没有在搞，我进攻。他们走。他们来不及回房，他们来就回房。啊！也太快了！怎么可以从后面来？有，挖到了！有！要退吗？我退吗？你该退吧？
你开要退。退了我退了。我去帮你，我去帮你，你们你退你退你退。我已经退了。没有，他们有追上来。他们是不是想来冲，也想冲一波？对对对，他也看要补厚一点吧。好得力哦！先打小雨，先打小雨。哎、欸，小黑要过去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他在背后背袭。小雨的头，小雨头很难打、欸。不要出去吧，不要出去吧。是。哎、欸，小雨。不要跑，回来，偷偷回来！哎、欸，你后面打回去，打回去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开始要用附魔了吧？差不多。嗯，好了。只有六个青金石。哦，冲一波有效，有效。对啊。出其不意，出其不意，真君子。啊、是不是有效果啊？对耶，靠近这边有隐是夜视，对啊。渴望矿，挖矿弱，给我一个矿，留一个给我，留一个，留一个，感谢感谢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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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。你还需要食物跟黄金吗？我还有胡萝卜可以吃。啊，把我冲死！我们附魔台在谁身上？在箱子吧。在箱子吧。我看到了。这样子，我们附魔台要放哪里啊？放在青金石同时洞那边，藏在其他的角落，不要在大家找看常放的角落。嗯，现在是安全呐、啊，目前还没有人来进。哦，有人进攻了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他们来了。小雨，哇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马上就死掉了。过来的时候，小雨，我暂时离开家里哦，我暂时离开家里放附魔台。没有斧头。我没有武器哦，武器都没了、哦。我去弄。我拿贵族的剑。我搞之后，我先回家放资源。哦，每次玩这都忘记眨眼，我眼睛好酸啊。你们不会吗？都不会眼睛说都很干涩这样子玩那个，然后就开始会捞把油啊呢？不会啊。不会。夸张，我都忘记眨眼。等下看记录档，看到底我是多久没眨眼。开台到现在没有眨过一次眼睛。哦，那很强哎，很强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我去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抢开，抢开！黄金洞，黄金洞还有人哦。附魔台我放在那个红石洞那边了。好。好。等先机。有人会传送哦。传送。对。会传下去下面，随机一名会被传送。不会啊。小雨在打，小雨在打，就他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。好，我们去打他。他打鸡，我们打他。哈哈哈。欸、有没有人要来啊？有没有人要来啊？只有我跟哈基啊！天哪、啊！我在弄铁。哇、哦，他们四个人在中间，五个人在中间。哇！太多了。在弄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再用书柜。哇，我的鞋子掉了。不、哦，抽奖抽到鞋子。本机又来了。我换个职业哦。好。好。哎、欸，金矿。游侠。我盾牌爆了！哎、欸，我盾牌爆了、欸，突然不见哎、欸！哎、
我的父母，我的东西也不见了。对啊，我副手的四五个书柜全没了。啊？副手东西都不见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不是传送人走，他是把我们副手东西都不见、欸。可是任务打完了吗？还没有，任务还没结束啊。哎、欸，是哦、喔。对啊。哎、欸欸，我书柜、欸、全没了、欸。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那你可嘞？发怎么了？我也很纳闷，以前好像没发生过这种事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没看过哎、欸。啊！我跳奥利世界了。约去了。哎、欸？书柜吗？书柜全没了，要重买。或者说，我们先不用买书柜，先用一阶的附魔去叠。那就先一阶吗？我现在要买发光也快没钱了。我稍微挖一下，他都人都不见了。你们要不要先去稍微简单附个魔？有附魔有差。嗯。好。然后我需要一点黄，一点铁做斧头。还有我的宝子也。不见了！哦，怎么了？在哪了 ？bug 啊，找到 bug 了。只是不知道对面有没有发生啊？他们也是，他们也是。哦，对，只是损失也不严重而已。小黑要来喽，他要趁黑摸过来哦。金矿的小心哦，金矿的。情况的你还不跑？不用担心啊，转折导致全体气哦，不是我没气，因为我刚才转职。哦，转职就会让人家附属东西没有。对。哦。原本是要消掉这个转职那个人的副手的道具，就是玩到小老鼠 A， 变成全部人，全部人。全部人小时。哎，小飞在底下哦。现场要还是要？小黑在家底下。嘿嘿，嘿嘿，没关系啦，大家都一样。嘿嘿，巨人来袭！铁巨人，巧克力死了，巧克力死了，回去了。关闭商店。嘿嘿，关闭商店先，我先买发光喽。好。好鸡玩啊！呀！你们来中间。我去，我去。小刀光买了吗？刀光买了吗？买了，我就要出门了。好。哇，中间也太多人了。Yes。抢到了。杀掉一个，杀掉一个。哇！等下这是谁东西装铁可以矿物这么多？我的、欸。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我回去了。你先跑，你先跑，你跑，你跑。哦，你转游侠、哦。哎，对，我是游侠。哇！死了，都死了，本机特喽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我的盾牌掉了。要跑，要跑，赶快过来。为什么还哦在发光？为什么没隐形了、啊？哦不对，我是哎、欸、我是游侠。他们又有人来了，正门有人来了。红怎么一直消失裤子啊鞋子？我等一下买虚弱剑，打架的时候都测虚弱的。好啊。好。正门有人在晃哦，正门有人在晃哦。我有30等可以复制稿。好。好。刚才没有书柜。书柜，刚才书柜消失了。要买书柜吗？小雨要来了，小雨要来了。有人附近有人是不是？小雨，小雨。没有，是我，我。小雨在正门。哎、欸，我刚好看到右边有一个。走走，在树下有一个，树下有一个。我们家前面出现好，小雨。
钢铁夹，我书柜买好了，放在箱子里面。哇，这么痛！你再去那个红石洞那边，红石洞，红石洞有个旁边有个小路，可以走进去。我发光，我发光。好，那我拿去放。但是我能够附魔，但是不能常待啊。蛋糕大赛，在箱子里面有蛋糕，没有经验啊，没有蛋糕吃。获得大量经验。那个拿资源买一下饥饿药水吗？只有八个，要八个铁，八个铁。只有没有铁，一个铁都没有。没铁。然后我这边有铁。我帮你们跑，我帮你们跑，我帮你们跑。三个里买饥饿药水。饥饿在那个巫师药水那边。他们在吃，他们在吃，他们在吃，他们在吃呢。有蛋糕吗？蛋糕在哪？没有蛋糕。我们有蛋糕吗？门口只有门口一个，只有半块，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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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买，我去买，我去买。哇，他们要吃完了，他们要吃完了。地板，地板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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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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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很饿，我还很饿。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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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我还饿，哇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差不，差一点。书柜放好就叫我。书柜放好了，放好了。我去附一把金镐啊。嗯，第四阶段好快啊、哦！不快，不尖。哇，斧头真的很痛啊！九滴暴击十三滴哦。哎、给我一些青金石啊！箱子里面有青金石。箱子里面。香金石。我已经过来了。你可以直接挖，你可以直接挖。我做一颗。好，可以哦，够够够。我们是没人挖。钻石啊，对，我们这边顾不了，太忙了，太忙了。好，一把效率器我放家里箱子啊。好，好，来了，有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黄金洞，拿斧头。我不是本机哦，我不是本机哦，要打架吗？来哟、哦。拿十字弩、哦，我拿的。嘿嘿，不会痛。哎呦，被小龟针对了。哦哦，我痛。那个晚上前要再冲一波。哦，我死了。哦，被杀了。人好多。家里三个人哦，三个人在门口。完蛋了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。我他们进家里，他们进家里了。哇，都打不到小雨。摔死了，摔死了，摔死了。要追吗？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啊！天哪！我要挖点铁，衣服。家里完全没有铁了，还有21颗。啊，还有。啊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拿。哎呦，隐形，他们的线形不见了。我们的线形也不见了。我的职业书，我的职业书要用什么买？铁锭。铁。多少铁锭一颗吗？一颗。有人来，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。小雨进家，先叫进家里。没人守，没人守，没人守。啊！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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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难听，超难听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子讲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家里还有，家里又来一个，家里一个坏人，朋友，后面后面后面，在后面，你上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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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机有人找你哦，本机有人，拜拜，啊，他 miss， 他 miss， 笑他，哎呦。哎呦！
可以再买发光之石虫吗？嗯。可以准备，我这边快可以买发光。好。好。好饿，好饿了。肚子破洞。繁星给的胡萝卜要吃完了。去拔，去拔，再去拔。很饿。还有吗？还有胡萝卜。准备三把弩。可以买发光。好。好。你们准备好就买喽。先买好，小哥应该快来了。好。嗯。前面吗？都在前面吗？没有，都没了，还没，只有小雨一个而已。然后他们家其他人都在他们家里面吗？嘿。有铁砧吗？要做啊，砧要做。来了，他们来两个，来两个。附魔台在哪？附魔台在红石洞。红石洞里面，我刚没看到哎、欸。哇，红石洞旁边有个弯。跑，对，跑，对，你们跑。我的技能开掉喽。巧克力虚弱，巧克力虚弱，虚弱都虚弱都虚弱，虚弱，弱死你，我弱死你，小雨，小雨差一刀，可恶。死了！耶！哦！我来中间，我来中间，我来中间！中间好刺激哦！天！哎呦！哎！很多异界生物在中间。对，很多。在旁边，哎呦！阿静，你要不要敷一点膜？对对对对，附魔吗？进攻的要不要敷一点膜？我是远程还好。哦好。那繁星呢？进攻、嗯？我刚刚就是找不到附魔台哈。在红石洞。红石洞转个弯。我好像没经验了。他们是在到中间打圣海守卫啊？嗯，然、啊、后会掉那个东西哦，会掉东西。哎、欸，你说那个加速不会回来的，不对，所以还在买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要再买。好。嗯、这么会跳？是了是了，绿宝石，绿宝石，绿宝石。他们打是还是偶尔打人？对。他波顿，他波顿。青金石呢？在谁那？还是要挖？箱子里面。你旁边挖一下也可以。箱子里面看有没有，不然就没了。阿基，我要 CD 107秒啦。你看啊，什么 CD？他进来，哥进来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我怕你直接冲进去。我刚刚只是在吓吓他们，在威吓而已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们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啊！我被威吓了，我被威吓了。他们往前了，他们往前了。小鸡，小鸡，负面效果。小雨开车，小雨开车。他们放进了是不是？小雨剩三滴。附近有什么爆冲？爆冲石。爆冲石谁？是我们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他想冲去压力。对，巧克力用的。哎、欸，黑掉了，黑掉了。呀，他先打我！呀，没裤子啦！小乔会跳下去。
打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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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来了，人来了来了。我死了我死了，什么死？我两箭都射到自己人。他们杀进来了，杀进来了。团团团团换，阿少拿弓箭。缓速。中毒了，中毒了，随机效果中出来了。不要动，过来，不要动。哦，这毒也太久了吧，四十秒。太惨了。都一分钟不是吗？对，有些三十秒，有些一分钟。哦。看效果强度。哦，还好在家里有回血，不会扣血。隐形是铁吗？抖一下，抖一下。很可怕，很容易被毒死哎、欸。吃啊，有没有东西吃？有在吃。我看，哦，好。哎呀，两倍伤害。哦，好缓啊，很危险啊，那个毒。不是，刚刚不是有准备金镐吗？有没有让他偷偷去摸？就是我想啊。哦，那。有办法买隐形吗？我去发光吸引人。能冲一堆啦，我们发光了，能冲一波啊。嗯，换他们没发光喽。嗯，耶、yeah, ！我吓到了，我吓到了，我被吓到了，我被吓到了。没贴。好、啊，没资源跟我发光。No。家里还有很多的黄金，可以换一些绿宝石吧。啊！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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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没礼貌。发光要几个啊？三十个。哇！电流翻身，这么多，掉下来了。哇痛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哪有这样？怎样？怎么了？走楼梯，走掉到地，楼梯下面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中间。走家里。不够。他们要进家里，他进家里啊。不够。那当自己家在跑哎、欸。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。对啊。哇，我真不会弄弩哎、欸，这超难射的，还是用弓箭比较好射。几个人啊？两个在挖矿，几个在守？没有。干嘛？干嘛？爆装石。哦，哦，我都挖掉了，六六六六六六，挖起来！哦，敌人不顾家吗？哦哦哦，这个挖，这个挖，哦！你射他，你射他，你把他。然后他虚弱，他虚弱，他虚弱。再买个爆充石，好玩。我刚看到你冲，我就说啊，好，跟着冲，跟着冲，跟着冲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好痛哦！小雨又来了，你变态！你隐形是用金还是铁啊？铁。好。用。嘎！哇，被擒了！你的稿子，哇哇，这么准！我身上还有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先开方向指了，好，太准了吧？这么刚好，太准了！坏人，真的是坏人。
那个现在应该没有发光，可以隐形过去。好，我刚刚就是想去。能隐形的已经哦不能，哎、欸，蹲蹲蹲，蹲了会飞起来，蹲了会飞起来，不能蹲。那个隐形飞天过去。等，能吗？我来得及，哇！我只能挖铁了，不冲了。好，帮一个用隐形。杨哥来喽！巧克力在天上，巧克力真的飞过来了。家里过来，家里过来了。我来，我在挡，我在挡。小雨在挖。巧克力到二楼了。小雨还在挖。巧克力！哎呦，这个飞！是巧克力是？是啦！好飘，好飘！哎，有人在三楼，二楼还三楼。好，顶楼顶楼，团，团团。妈，我在飞。这三个，我们三个卡住了，全部都。那摔死你！他在三楼。哎，看到他。射他。他在刚好挡那边，不好。他在里面看得到吗？他开个小洞。三个奴，我听到三个奴的声音。但是他旁边有树，是不是？后面有树，他当然往后跌到树上面了，没有掉下来。好，我去后面。团，搞鬼来，搞鬼来！是几个六十改啊？门口有人来了，注意哦。隐形是小，他下来了，三十个铁锭。好，你要不要？等下你要不要冲？家里还有，小雨，家里还有小雨。好，我冲好了。小雨，我去了。你的那个隐形在哪？二八八，搞在箱子里吗？应该箱子里面啊，我放箱子里面。要我退哦！退哦！Hello， 他们应该都退了，我先买发光。好。好。有了，他们全部在家里面。有人去挖钻石，有人挖钻石。小雨，挖！他们家里是一个守护而已。挖！对个上人。没有东西可以换。对，没东西可以换。嗨，你好。他们是不是都走出来到中间了？家里好像没人守了。哦，贯穿是一次射两个，好爽啊！现在暂时安全，我就出门了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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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
他想看特价商人啊，他想看啊，想看啊，想看啊，想干嘛？想看啊？再回去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推一下。我再推，我再推。有人怎么爆冲？有人怎么加力？加力！加力！加力！哎呀，哎。